目前卓溪乡约有30位的族人投入了下雪芒果的种植工作，他们希望能够活化自己的土地，同时收成之后也有好的收益。目前特别透过网络以及亲友来协助行销，希望收成的芒果能够顺利的产销。石坪部落种植蜜雪芒果的族人一早就来到果园，仔细的找寻采摘每一棵芒果树上套在白色袋子里已经熟成的果实。它是一个新的那个高经济价值的那个蜜雪芒果，它的味道是属于那种水蜜桃的味道，还有一些艾文的味道，吃起来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湿湿的。国民大哥就说，这个蜜雪产业才刚刚开始，产量也慢慢的在增加当中，就连这一次采收的销售也都是一半买半送给亲友开心。是第一次结果，也是第一次，都是第一次，第一次销售的话，都是亲朋好友来关心呐、啊，都是先卖给朋友这样，半买半送啊，第一次啊。大力推广的卓溪乡长吕碧贤说，因为卓溪的气候非常适合，可以孕育出只有卓溪乡出产的蜜雪下雪芒果的独特香气。在北回归线的30公里之内，所以非常的可以说是独天独厚、加上刚才我讲的就是刚好冷风下来，所以这样差距的一个温差就会出那个蜜，在水果界来讲都会出那个蜜，所以我们这里这一带的又是好山好水，没有污染，所以吃我们卓溪乡的芒果是对了。目前卓溪乡总共有30位族人投入种植，族人主要希望活化自己的土地，同时收成后也有好的收益。种植大约4年的芒果终于有了成果，果农们非常开心。目前努力透过网络或是亲友协助行销，希望收成的芒果能够顺利产销。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。